诗经玉香部于清朝由第一代诗发创立，至今已260年了。目前是第八代老板诗业志接班，秉持着古法，坚持传统制作纯天然原料的香品，香味历久不衰。我们诗经玉木香斋所生产的任何香品啊，完全都没有添加化学香剂、化学香料，然后一些化学助燃剂，都是采用最纯真、最天然的原料来制作。那还有我们近几年开发了一系列的中药养生香品，那推出到目前为止也广受消费者的喜爱。是叶志熟练的制作香品，一阵阵的檀香味扑鼻而来，令人觉得神清气爽。诗经玉香铺专营奇楠线香、水沉香、老山香等香品，遵循古法制作，不含化学香精，气味温和。各个朝代、各个时代所喜爱、所被沿用至今的那些重点的中药材，我把它抓起来当主角，比如说降真，比如说苍竹，或者是藿香，这些中草药，我觉得它们有各自的特色，就把它抓起来当主角。早期是劣币驱逐良币，那现在这种大家捡香的形态、意识形态起来之后，很多消费者的习惯就会觉得，那我既然用的少，我就要用的好，所以我们坚持做好香，就会有一线生机出现。诗经玉香铺走过260年历史，延续着传统文化的招牌，让香品走出了不一样的崭新道路。公益频道张华允鹿港采访报道。